现在感觉好点没有？好多了，刚吃了药。子阳，你一会儿还要不要回酒店啊？哎呀，这不刚推出酸菜牛肉面吗？我得回厨房盯紧点儿。好辛苦哦。不辛苦，再说孤单也值得。这杯水我在里面加了维生素，你喝一点补充能量。来，还是老婆疼我。哎，好了，子阳，我生病了，想让你陪陪我。好，那我陪陪你。为了老婆大人早日康复啊，赶紧去吧。